说，李诞，人在哪？大人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你放过我吧，大人。不知道，带回赵玉。是，大人。喂，大人，你放过我吧！大人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大人，你放过我吧，大人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走，大人，李大人，走，不对，大人，啊，大人，陆大人，陆大人，接下，那个我，哎，你办也不能砸我的豆腐摊啊！让开，喂，你想干嘛？大人，其实我那个豆腐干也不贵，您给我二两银子就成。您把银子给了我，我立马送来，不然我回去没法跟我娘交代。给他银子。